好吃。关旭，你怎么话变少了？我话一直都不多呀。经纪公司嘱咐你了。能不能让我多说点儿？你多说点儿。那你咋变？你话呢？怎么当导游压力大吗？大。整个让胡先煦成熟了，可以保持啊。哥你好，是不是可怕？我叫你这个了。就剪。好的。